Christmas once again. Rig up your Christmas tree in the yellow rooms. Glowing, gleaming balls, 1 and 2 and 3 and 4 in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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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, Milky Way up in the sky comes just for them. When moonlight goes down from the roof.我是好4岁半，对，然后我是幼儿园大班的朋友。哇，那你怎么还和我们坐在一起？看吧，留级了，手工活不太好，所以留级了。大家好，我叫欧欧，然后今年2岁半，非常比我小半。到你了。我今年1岁半了，他好像便宜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年龄最小的小晶晶。哦，小岁一岁。哦，他把这个脸换一个表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他们的老师。你头发散掉了，老师。打
回去。给。抽筋粘土，名副其实。人如其名，土如其名，粘。叫什么？笑你傻呗。不准乱笑的。哈哈哈。哈哈。为什么要抢别人的东西呢？对，我借他，你看他马上又改变话术了，我牙尖了，你在牙尖，牙尖吗？牙尖是、你解释，就是解释不来，你解释不讲话，就是尖牙利嘴。你们上幼儿园的时候有好玩的事吗？你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上幼儿园吗？我转过一次幼儿园，因为那个幼儿园老师太凶了，我每天看到他我就哭。我说我上幼儿园只上小小班，然后就去学前班，我读了3年学前班，然后我上幼儿园每天都哭，就是因为不想上幼儿园，然后就说就是会说写小，就是干坏事，然后说就是哭，然后让我妈妈把我接走。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喜欢玩过家家，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是扮演了妈妈。你怎么小时候就听那个我要送小朋友去上学了，我就要亲他一口，然后我就咬了他一口。我小时候有个特别恐怖的事情，就是我一直离不开妈妈，然后妈妈然后我被送去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很极端，我就拿头撞墙的。哇，不要和他一起，我觉得他好吓人，真的很吓人。我听我妈妈说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吓人。我小时候好像幼儿园挺好玩的，所以我妈妈说天天都想去幼儿园。你上幼儿园吗？会打。好像我上初中，我上初中在进入打大条都打点。真的，我想要的那种我小时候会玩那种打卡牌，就是那种我挺想扇，这样缺一点，然后几个放在里面，哗，然后看你能打几个，打翻几个，对，然后就可以拿走别人的卡，对，可以拿走别人的卡。我小时候都玩的是跳皮筋，我也玩皮筋，两个人跳着跳着下车车下车车，我们是小兰花。跳很高，28256，28257，28293011，38356，38357，38394011。哦，还有那个折那个就是东南西北，哦，折谁谁家有鬼，谁家有鬼？妈呀！天哪，看来我你呀。来一段，看到他，
最近看到猪猪，很想送上祝福。哇、哦！祝大家天天都能享福。对，祝大家天天都能享福。一年都不马马虎虎。哦。也会变得越来越会跳舞。耶、我还能捏什么？我真的想不到。捏个什么 ？Fresh。你可以捏无法复刻的美吗？哇，绝了！谢谢你。文科生不愧是。加上迷人的微笑。微笑。微笑就是那种方言的那种微笑。迷人微笑，可爱的拥抱。哇，真的好油啊！这个词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 rap 接龙大赛可以停掉。好，哇，他是真的想停掉呀。色的时候调出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这种混在一起的这种颜色，然后我就想着它可以也做一个收纳盒，然后做了几个不实用也不怎么好看的，就是两颗星。哦，你好喜欢这种颜色。对，因为我喜欢把颜色混在一块儿。星星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刘嘉欣嘛，然后所以星，然后这是第一版星，这是第二版，也是两颗星，这些就是我做的了。哦耶，看我做好了。哇，好大的一个。我做的是紫色的小恶魔，它虽然是一个小恶魔，但是它是一个温暖的小恶魔，因为紫色是温暖的颜色，然后它每天呢都会从这下面的小盘里吸取能量，然后吸取温暖的能量释放出来。然后底下呢就是它储存能量的小盘，然后上面呢就是这个也是个蛋糕，这个蛋糕就是用我喜欢的粉色做的。
然后写上了我的，我有英文名哦，嗯，我叫 Jelly。 你这么小就有英文名啦？啊，我厉害吧？小猫干，小猫干，那我就叫 Morgan 吧。那我叫小杰利，我有新名字了，就是写上了我的小杰利，就是一个爱心的小蛋糕。好，拜拜。天，我也做好了嘞。哦，你好快哦。天哪，快看小猫。哇，小猫干头发没那么长。对，我就是希望有一天我的头发可以这么长。还有这个小发圈，小发圈也有。发圈是什么？就是头发这个旋旋。哦，旋儿。对，就是那个。然后就是摆在桌子上应该会很好看的一个小摆件儿。我也做好了。哇，哦，老头小黄鸭。小黄鸭，把它放到盒里吧。好的。因为我觉得大头会比较像我。对对对，很像。因为你是头发多。是发亮担当，然后为了谢谢，为了跟他配套，我做了一个蛋糕给他。我们都是蛋糕。做了一个小蛋糕和一个小托盘给他吃，然后都是黄色系的。哦。今天内蒙幼儿园手工小课堂就到此结束啦。拜拜。